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 Kluki， 我们将要继续玩一点的 Long Dark 漫漫长夜，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第80天的生存日子。今天上集 episode 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灰狼山这个我们已经来过三次的地方。这个灰狼山都已经快变成我家的后花园了。爬上灰狼山就很像是爬到家里公园上面那个那叫做什么溜滑梯一样简单。我们已经第三次上来了。嗨，你好，嗨，你好，他有看到我们吗？他看到我们了。上一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我们的猎枪，然后把他活活的给吓死，好像也不是吓死，我们的确按下了扳机。他要回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吗？尽管我做了这些事情，啊，我感受到了 double 啊，triple 没有 triple， 哇哦，哇哦！尽管我对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是如此 triple。Triple hug! Wow, that's too sweet. 我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讲，有一种很感人的感觉。尽管我对你的，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谁，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女儿，你的谁，还是那是上一个你。总而言之，你还愿意。还愿意往我这个地方跑过来，真的是让我太开心了。上一次的时候，我把猎枪拿在我的手上，然后我不小心一个颤抖就按下了我的扳机。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使用枪械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把你的手指在，除非你要击发之前，千万不能够把你的手指放在扳机上面。在待命的时候，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千千万万不可以把手指放在扳机上面，因为扳机是一个还蛮敏感的东西，你只要一不小心抖一下，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枪械的小知识，不管是在小枪、大枪、步枪，什么枪都一样。所以就是不能够把手指放在扳机上面。可是在游戏里面，对我现在来说，我的扳机就是我的滑鼠，所以我不能够把我的手指放在我的左键上，现在其实有点痛苦。我平常都是怎么放的？平常都是放在滑鼠上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啊，就开始在想说，平常我是左边躺着睡着，正面躺着睡着，还是右边躺着睡着呢？然后想着想着想着，就会睡不着了。豹们今天晚上就想着这个问题吧。不行啦，这样子我会害多少豹们失眠。结果明天就很多豹跳出来说：“阿神，你昨天讲了这个，害我今天晚上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害我失眠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该怎么办？死命骂谁？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山上走，然后在上一集 episode 的时候，终于有豹们听我的话，把那个地图给下载下来，然后把一些点给圈起来，告诉我说，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去过。终于有 finally 有一个 Bob 这么做了，其他的 Bob 都是留言，比较简单一点，比较懒一点。可是这样子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说的是哪些地方，因为我看的地图是英文的地图，你可以留下一些中文，虽然我可以翻译啦，可是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误差。那个 Bob 翻了就是 Timberwolf Mountain 这张地图的，那是啄木鸟的声音吗？翻了这张地图的一些点，然后把一些东西圈出来。那他圈了一个，他把我去过的地方都圈起来了，他圈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困惑的地方，他圈了一个我即将上一集 episode 要去的目的，我这一集 episode 要去的目的，也就代表说他认为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这时候该相信 Bob 还是该相信自己呢？我是觉得我应该还蛮信任这位 Bob 的，因为我们好像不应该走这，因为这个 Bob 说，我们应该走这吗？这个 Bob， 等嘞，好像是走这里。这个 Bob 说他在半夜的时候读不下、看不下报告，还是写不下报告，然后他就把我们是要走这里吗？对的，对吗？对，我们好像要走这里。好，这位 Bob 说他半夜写不下报告，他就把我的集数慢慢一集一集往后看，等是要 shoot 暴风雪，这有点糟糕。树洞，我们先待在这个树洞里面一下子好了。先待在树洞里一下，会比较暖吗 ？Nope， 一点也不。-9°C， gosh， 不行，我们要找到地方可以躲。好，我看一下，我们现在人在这个方向，我走错路了，我非常严重的走错路，
非常 super 严重的走错路，可是我现在出去会活活冷死。Gosh， 我该怎么办 ？Gosh， 我想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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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绳子，爬上绳子上面应该有个洞窟，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暴风雪。OK， 我现在来挑战我的 The Long Dark 的另外一个人生成就了，在暴风雪中爬绳子。暴风雪中爬绳子 ，It's show time。爬绳子是一条错的路，可是我们现在也没得选择了。我们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所以我们要爬上这条绳子，在暴风雪中快快的躲在我们的山洞里面去避难。我们其实可以走过，我们爬上了，我们可以走到山洞里面，绕到另外一侧，然后先躲避这个暴风雪。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遇到暴风雪了，我的寒冷只剩下一半，完全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山洞应该在不远处，找到了，山洞在这里。我们先跑到山洞里面稍微避个难好了，外面已经到了-11度、-12度，就是已经比较靠近里面一点的地方了。呼，-17度，一瞬间突然变得好暖。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油灯，然后继续向前迈进。我刚刚看成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好大一只哦。先来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好了。我大概哦，我没有食物了。What？欸，所以我昨天已经把食物吃完了，真是一个好消息。食物的话，在山上好像有，所以我们可以去，就是那个最最山上的地方。我不知道暴风雪什么结束，我们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不过饥饿度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畏惧饥饿了。我看到前面有光，应该是前面。对，我们到了。这个山洞很短的，短短的。欸，走错路了吗？这边是有火柴，我其实可以生个火，我可以生个火煮一点水，因为我也剩下0.55公升的水。如果我们要继续在这里闲晃的话，的确是可以用到这个火。好，那我们就在同一个位置生个火好了。嗯，用这个，我们有其他的东西。好，我们生个火。那个豹把一个叫做 Waterfall Cave 的地方给圈起来了，就是在一个瀑布，还记得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瀑布，然后一条，我刚刚声音突然断掉一下，一条非常非常长的河。我确定我走到那个瀑布过，可是我一直回想不起来我有没有进去山洞，也许有，也许没有。我在想有的话会不会是我进去拿到一个缆绳的那个地方，会是那个地方吗？会是吗？我留一个大问号，因为我有点忘记我之前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到底做了什么，完全没有印象。I can't call it into my mind， 我没有办法把它从我的脑袋中叫出来，所以 organize， 所以我必须要走过去试试看。不是不相信吧，不是，我对我自己心中有疑惑，我要解开我自己的疑惑，所以我要靠自己。那他有把另外一个地方圈了起来，那个地方我就真的觉得我没有去过了。那个地方是在回音谷里面。回音谷里面有一个山洞，我没有任何的印象我们回音谷里面有山洞，所以是一个我还蛮觉得有可能性的地方。我们现在有差不多4.多公升的水，我们可以多喝点水，剩下的换成火把吗？看一下哦，剩下的我们的火把其实很多耶。那我把这个火把丢掉，不要这个火把了，然后还剩下再煮个1公升好了，好不好？再煮个1公升，反正现在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依旧外面还是下着暴风雪，丝毫没有要停的样子，这让我还挺困扰的。如果它不停的话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睡个觉？我很怕我的肚子会饿哎，不过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应该不至于到。我们睡在它旁边好不好？哇，好窝心哦，睡在尸体旁边。话说这种冰冻的尸体，他们闻起来会有味道吗？他们闻起来就是会有腐烂的味道吗？还是他们就因为这边太冰了，所以几乎不会腐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这里太冷了，是不会腐烂的。咱们继续往前走，看样子不是这里，那我们再稍微绕一点小路，绕到哦。想起来了，是奏国地荒，然后就是往前走，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侧的出口出来，然后往下爬，就可以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好，真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啊！
我的体力恢复了一些些，因为刚刚我们稍微睡了个觉。那，哇，我收回我那一句话，其实这还挺远的。地上有一点木头，不打算捡它。我们稍微再往上爬一些，它的确有往上爬的感觉，它不像是那种穿越时空次元，往哪里走啊？好多条路、啊，穿越时空次元那种山洞，的确有像是往上爬的 feel。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山洞里面，我们终于走出来了。Nice job！ 话说我昨天的时候买了一个一款游戏，叫做Tom Cruise， 不是汤姆克鲁斯，汤姆克兰西，没有记错的话。那跟梅子拍了一部小影片，所以如果帮我们就是怀念我跟梅子一起玩游戏的时光的时候，你可以去看那一部影片。那部影片是我们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啦，应该算是第一次玩射击。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之前就玩过一款射击游戏了。好，瀑布是在 ，gosh， 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要下去，可是我不想浪费体力，该是展现真男人爬山法。这个大概只有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欸、没有啊，太臭屁了。这个只有我才可以在比赛中干这种事情。秋风是不是也该来效仿一下了？真男人下山法就是这么的 man， 就是这么的帅，就是这么的有尬子。下山了，没有浪费丝毫体力。那我们成功的躲过了暴风雪。我看那个景点是在瀑布的右边，我没有听见瀑布的声音，还听见雷声隆隆。我不知道那是雷声还是什么声音，但是我猜那应该是雷声。它是在那个啊。这么明显，我应该已经进去过了哦，有点明显过了头，对不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它有点明显过了头，所以代表我们进去过了。I guess， 对，超明显的。然后有一头狼，我今天要吃肉，可是不需要，我不需要跟他争，我不需要跟他争。体力剩下一半，我们没有办法登顶哎。No way， 没有没有没有，可以吗？我们可以登顶吗？好，我要去踩这两个点。Come on！ 呼，就在我喘气的那一刹那。好啦，你刚刚在吃的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兔子哦，不对，是一只鹿。那我忘记好像是鹿的。肉比较补，对不对？我们现在尽量不要跑步，我今天想要登顶，我要想办法登顶啊。然后这边有一些香蒲草，鹿的肉比较补，然后它是刚吃掉，因为它才刚挂掉。我们踩个七公斤好了，踩个七公斤，把它踩一踩，然后我们去瀑布那个地方，还有去山洞那个地方。Thank you， 剩下四个小时，现在微微的起风，还是我太重了。的确是太重了，是我自己身上太重，并不是微微的起风，应该再加上一点起风吧，让我有点走不动。里面有物资，下面那个是 candy bar 吗？要是是 candy bar 的话，没有道理我来过。瀑布洞窟 ，yes yes， 太好了，我没有来过。Oh yeah， 那个半夜熬夜看的 Bob， 要多做点功课啊。我真的没有来过啊！是呀，太好了，我还捡到一个 candy bar。哇哦，不对，我还捡到一个汽水。旁边那个瀑布，我有去过吗 ？I don't know。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96。要是旁边的瀑布我没有去过的话，就是97。希望可以到97。然后要是在回音谷里面那个山洞我没有进去过的话，我们就会到98。OK。That's sweet， 太好了！希望我没有来过，希望。艾瑞克瀑布来过了 ，OK， 好，艾瑞克瀑布我们来过了，我们体力让我觉得有点惊悚。我们是不是该睡一下，然后再？我们有试过晚上攀岩吗？我们好像没有试过晚上攀岩，对不对？我们该来睡一下，然后试试看。今晚可不可以爬到山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执着，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叫我阿神，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到山顶上面，
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袋中这么的响着，所以我们稍微睡一下吧。我们就睡在这个地方，用他的小睡袋88放置。我不知道谁的这个地方，可能是艾瑞克吧。他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把这个地方叫做艾瑞克洞窟之类的 ，whatever， 瀑布洞窟。然后现在变得很暗，暗哇哇 ，what the what the what the。Shoot！ 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熊洞啊 ！Shoot！ S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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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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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Back here. Hey. Hey. Come back. You mother. Come back.不行，我们今晚没有办法睡在这个地方。Oh my gosh! Oh my gosh! 我身上的衣服。Oh my god! 脱下。That was bad. 剩下我的血量剩下。不不不不，我的温度现在剩下-11°。你，我们先回到原本那个洞窟好了。这里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全，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熊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骨头在那个地方，那绝对不会可能是。体力剩下一半，我们要重新爬上去，在这个状态下，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撑得下去？我不希望这一集成为我的最后一集。这不是我的终点，还没有结束。Nope， Nope， 在晚上被熊袭击什么的，我没有想过。体力可能不够我们爬上去，我们。稍微等一下，太冷了，太冷了，-7°。我们现在在背风处，稍微把我们的体力养回来一些些。我们可以看到，稳稳的，稳稳的 ，easy。好，我现在把我的理智找回来了。That was scary. That's fucking scary. 妈。也太惊悚了吧！今天不止在夜晚爬山，是在晃来晃去、体力剩下8的夜晚爬山啊！我要先爬到旁边的平台休息一下，我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波折。稍微休息一下，点个灯，让帮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什么状况。好，我们现在人在这个平台上面，视线有点晃。-3°，-3°，我们要上去楼上把我们的衣服都修好。幸好上面有一些物资可以让我修东西，让我吃东西。我要在上面养伤。Gosh， 我在睡觉欸，大，有没有礼貌啊？我再也不敢睡在洞窟里面了。Never, never, ever, ever,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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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OK， 我知道上一个人怎么挂掉的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吧。OK， 这个心脏的 pumping sound 真的是，肚子有点饿，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我要煮东西，我要吃东西。OK， 捡到了一些树枝 ，nice。水没有问题，食物是一个问题，食物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疲劳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上去之后就会开始扣疲劳，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睡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睡一下好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这里我不相信熊可以爬得上来，我们现在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宝宝们。可能是因为我身上带着肉的关系，记得把这个关掉。我不敢睡太久。睡个两个小时，希望不会太冷，让我的血量往下掉。要是这样子的话，体力回来了吗？我没有听见心脏的 pumping sound， 体力回来了一些，现在负18度 C，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妙。我们必须要快点把东西收好，然后快点往上爬。非常非常的黑，现在负18度，我们必须要到快点到山洞里面，快点躲回那该死的山洞里。不是那种开放式的山洞。躲进去完之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发抖了。好，不要遇到半头狼，拜托，求求你好不好？山洞，我只要找到山洞就没事了。山洞，应该是在这附近的。好了，我的体力现在要开始骤降了，是不是？这个是山洞吗？不是。这个是山洞吗？12。OK， 是我们撑住，我们撑住了，我们撑住了。我今天山洞里面来了吗？进到山洞里面来了。今天山洞里面来了。我们到有星空的地方，这边9度。好，我接下来要解决我的饥饿度的问题。我记得我在这个地方有找到一个木柴，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这附近。我们用一点煤炭好像也行，不过好像需要烧一点时间。先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口渴问题可能比较急迫，还好，口渴问题还好，体力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好，我们专心找一下煤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游戏接下来会带给你什么，你没有办法知道。哇，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一集会变这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每一个决定，感觉好像会要了我的命。欢迎收看 The Long Dark， 这才是 The Long Dark， 对不对 ？Got it。我们沿路看看有没有煤炭，然后我们需要来煮点东西。我们可能马上就需要煮点，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对不对？煮东西需要时间，时间会影响饥饿度。好，我们快快的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煤炭，我们就要马上煮。煮火了，刚刚明明有这么多煤炭的，现在怎么一颗都没有 ？Come on， 这个是不是煤炭？好，我们继续往前走，拖着我们疲惫的身躯。这里不会有熊了，也不会有狼，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要在这个山洞里面过到我身体好为止。走这条路好，左边那条是直接走回有雪地的那个地方，雪地那个地方没有煤炭。没有煤炭，可是没有半颗吗？平常都没有在捡这些煤炭的啊，体力还好，饥饿度还好。我刚紧张到有点想上厕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Gosh！ Really？ 没有半点煤炭。这个是不是好像不能够再这样子走下去了？有了，终于有了！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你们就出现了。好 ，nice， 我就在这里生个火好了。OK， 打火棒，这个香蒲花草有一些香蒲花草 ，nice。每一步都要做的是对的，要不然我们会活活的把自己弄死。等一下先喝点水，在火前面很容易口渴，我知道，这点我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先喝水，先把我们的口渴度补回来。我们就一个小时的生火时间，所以时间其实非常非常不够。
先来一个喝个水，没有错。喝完水之后煮东西 ，OK。喝完水之后，我们煮个鹿肉。煮鹿肉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煮个两块，感觉像是两块。煮完之后先吃，还可以再快速的煮。我们可以把这个加进去，也许我们可以做煤炭，可以放进去了吗？还需要两分钟，那我们可以再煮一块，然后把煤炭放进去，吃个东西。我们的火应该可以用很久，我们刚捡煤炭的用意是在这里。好，然后煤炭可以加进去，非常好，非常好。再来，先吃个东西，把我们的饥饿度补回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力，我们的体力应该没有这么的急迫，不会消耗的这么快。但是现在我们只有12滴血，所以每一滴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外面现在还是暴风雪。外面现在是暴风雪，刚刚不是暴风雪。哇哦，哇哦 ，The Long Dark， 我们的体力开始在降了。不过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么的急迫，还可以再11，我们可以再低一点点，可以再低一些。我想把所有的肉全部煮完。11煤炭，我们再丢一颗进去，再把剩下的两块鹿肉煮完，我们大概会掉到10或者是9附近。但是那个我觉得还好，好，没有问题，我们撑过来了，宝宝们，我们撑过来了。我还是不能够大意，我需要等到我的血真正回来之后，再有48分钟，我们拿个火把熄掉，拿个火把熄掉，然后把我们的水喝一喝，饥饿状态消除掉。我们上床睡觉，把我们体力补来。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完全不在我计划内的熊袭，完全不在我计划内。好，放肆。我们睡个5个小时。哇！什么什么？我针织帽坏掉了。我没有戴着它会坏掉，所以我尽管不戴着它还是会坏掉。好，楼上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针织帽应该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楼上是会有针织帽。现在剩下1个小时，我们睡个2个小时。All right， 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哇，真是一个难过难过的一天，好刺激哦！已经多久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了。好了，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了，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个喜欢，在左上角个订阅，随订阅频道，实时跟踪片动态。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